这家飘听五个在我们今天来到5月20号，哎，不对，21。5月21号，对不对？听说小安昨天在5月20号发生一件小小的意外，你愿意分享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来，请说。可以，可是我不想分享。为什么不想分享？好了，我讲。你说。就是我今天，哎，不对，我昨天到学校走，走到图书馆，就是奶奶负责的那个区域。嗯。奶奶。图书馆是奶奶负责的区域，然后呢？学校是奶奶负责。等一下，然后呢？然后走一下，有一个人推滑着摩托车从我旁边走过来，然后踩我脚，然后对我吐舌头，还笑。好，你没有找那个，我以为是在后面呢。你说的是在爷爷停车那边吗？对啊。OK， 几点？大概几点？我也不知道。是盯着的，所以他不敢怎样。明天把监视器调出来，跟爷爷讲，跟爷爷说，好不好？你不敢，我敢啊，把监视器调出来啊！好。对。两个人好像从最后面跑出来。没关系啊，调出来了，现在再怎么看也看得出来。因为他的小动作真的超小，监视器都快要看不见了。嗯哼，所以他在欺负你，然后呢，你又怎样嘛？没有。他自己都没感觉。他不是吐了舌头。他到底有没有吐舌头？他是有吐舌头，可是他有弄到我的脚。他虽然有感觉，可是小孩大人，大人皮子一动，皮子。可是他踩下我那一脚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他踩到了。到底有没有踩？就是有踩，可是我没看到。没关系，监视器会看到。我以为你是在后面，所以我想说，因为他那个小动作真的太小，我以为他是上了楼梯那边呢。OK 哦，就是说在，但是他们是因为车子好像发不动，所以一直滑。但是不小心碰到。那也不会是故意，是踩到以后觉得不好意思，不要扶。那我还是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吗？他看到我也是露出那种没礼貌。他就是往这边，然后假如我在这，然后他就。不知不觉的就突然间踩一下，可我根本就看不到监视器在这样。你帮我指一下这里，监视器这里，就是你的食指，那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超难找到。好，你今天去跟爷爷说好。他这些超靠近的。啊，爷爷今天我们两个就超靠近。对，超靠近。所以他，假如那个是你的脚，然后我跟他的脚就差很近。哦，那也没碰到嘛。就嗯，可能真的是不小心了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你就靠边走没？你们靠边走。嗯，你那么胖，你的靠边是不是也是中间？对。那就对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怎么样？呀！今天怎么？你今天在学校玩多多是不是？听说基隆的学校晚上都停课嘞。然后呢？对啊，我们刚刚也收到 email 了。嗯。就是听说有什么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就是有人逃狱吗？不是，就是有坏人，他现在已经砍了一个人。哦，是要注意安全，对不对？对，安全好注意吗？没有吧？对，那怎么办？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大声尖叫，或是祷告。哟，祷告说什么？来。拔出你旁边的那把剑。怎么祷告啊？你教我啊。你不会吗？你要教我啊。如果我遇到坏人的话，那我就会拿出来我的雨伞，就当这是我的剑。不用了，你大叫大叫就好。我打你。好。OK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的事情就讲，咱小何就在旁边怎么样？默默的。嗯。默默的在那个看他的，不看我的空不可啊，他都不来讲点话，来过来，不可以不讲话，你要记录你的声音啊。他拿平板，平板在我这里。空不可不是平板啊。好了，我们听点圣经吧，听点圣经喽。今天在诗篇第。也没关系，我脚好痛哦。好，诗篇第50篇，哎，等一下我的音乐去哪里？脚都放下去了，脏死！哎，我音乐关不掉了，不见了的。是在刚刚那里吗？不见了。
然后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啊，气死了！那、啊、可是，好正常的感觉。好，诗篇第五十篇第十一节。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OK， 好，我都知道。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于我，不对。重点不对，我都知道，这是神上帝的应许。啊，我就讲我都知道啊。你刚刚说的我这是吗？对啊。你有说？哦，好吧，那抱歉。好，没错，今天是神都知道我们一切的哦，所以神也知道你昨天差点被踩到。那我们今天听到声音就告一段落了，大家拜。神也知道那个基隆跟基隆的那个坏人也跑来了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大家注意安全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